爸爸爸，小朋友们集合了，集合了。介绍一下自己好吗？请。大家好，我叫石佳颖，我还有个小名叫闹闹，因为爸爸妈妈觉得我在家里非常的闹，所以他们就给我起名叫闹闹。闹闹，我最讨厌吃的就是苦瓜和白菜，白菜太酸了，苦瓜太苦了。来，谢谢大家。好，欢迎。张子墨，该你了。你好啊，我叫张子墨。但是因为我只不喜欢吃苦瓜，但是菜我喜欢吃。今天的主题接着上一个的聊，今天主题由于你全都转到苦瓜上面去了。来，三号。大家好，我叫梁静茹，小名叫乐乐，我非常喜欢唱歌跳舞，这一次大家能喜欢我。不太喜欢气儿的，欢迎欢迎。那么三位小朋友听说都带了自己的愿望来，对不对？你们的愿望是什么？就是我想要两套书，一套是我们学校老师要的《数学大战》，还有一套就是《童话大王》，他是郑渊洁对吗？对，他的那套书，他就是他爸爸写给他儿子的。哦，就是想要郑渊洁写给自己儿子的那套书，是不是？对，郑雅琪的书。子墨，我是要去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香港迪士尼，黄伟和小鹿姐姐都去。来，宝贝儿，你的愿望是什么？我的愿望就是，我想找一位特别好的老师，教我唱歌跳舞，因为爸爸妈妈太忙，没空带我去拜师学艺。那三位已经把自己的愿望讲得很清楚了，还有四位，一定要认真的介绍一下，那就是永远年轻的，永远十八岁的七彩风铃大乐队。欢迎你们，每次节目为我们带来动听的歌曲，还有很多好玩的音乐。欢迎！马上我们快乐大巴要驶入今天的第一站了，快乐大巴马上出发，快乐大巴，乌爸爸来吧！石佳颖，这来自深圳的小女孩，总是把爸爸挂在嘴边，最爱的人是爸爸，最爱玩的玩具也是爸爸送的。常年在外工作的爸爸只能周末回家陪伴孩子，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歌声中的爸爸和妈妈那份浓浓的爱意，深深打动了所有的人。来之前跟我们说说特别爱家里的一个成员爸爸，为什么特别爱爸爸呢？爸爸对我比较好，看到我喜欢的东西他就给我买。爸爸经常陪你吗？爸爸不常陪我，爸爸周一到周五都是在上班，没办法。那你想他吗？想他呀，就有一天弟弟洗澡的时候，我想爸爸都哭了。是吗？哎呀，让泪水顺着洗澡水一起流下，一想爸爸就能哭出来是吗？对。现在想爸爸吗？想。那我看我哭不出来。那不是说一想就哭得出来，没有洗澡水哭不出来的啊。对，那就是只要我一唱我的爸爸那首歌我就想哭。天呀，宝贝儿，那个爸爸今天来现场了吗？没有。没有，他又去哪儿了？广州啊。就广州出差去了。出差去了。那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一定要让爸爸看好不好？好啊。现在就唱那首那个我的爸爸。我的爸爸。
亲爱的爸爸，爸爸的双手撑起这个家，爸爸对我的爱伴随我成长，爸爸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骄傲，爸爸你的身体是女儿心中的牵挂，爸爸我亲爱的好爸爸，太多爱你的话不知该怎么表达，爸爸我亲爱的好爸爸，女儿真的很爱你，只希望我特别认真跟你讲，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一个歌可能会带动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不能任由这种情绪去泛滥去发展。爸爸妈妈喜欢爸爸，我知道你真的想爸爸呀，嗯，但是爸爸会回来看你的，对不对？爸爸出差的时候，爸爸在外地的时候，爸爸不在身边的时候，您会做梦梦到他，对不对？不会，我只会在家里哭着想他。那么想爸爸呀，那爸爸肯定看到这个节目了，我们也知道生活不容易，宝贝儿。平时你在深圳，爸爸在广州，是不是？嗯。爸爸要挣钱养家的，嗯，很不容易的，所以要理解爸爸，好吗？你要笑一笑，爸爸就开心了，也放心了，好吗？嗯。擦擦眼泪，别太伤心了，好不好？啊。宝贝儿。哎。干嘛？爱你。好。你真漂亮。跟我走吧。跟我走吧。都高兴了，你看小姑娘真是，哎呀，太活泼。那个，我听说除了献给爸爸那首歌之外，还准备了一首歌。妈妈的吻。嗯。唱给妈妈的，是不是？我。
上来之后先送爸一首歌，又送妈一首歌，整个演出过程中大家都被感动了，只有一个人非常焦躁不安，就是我们的二号选手，二号急死了，输什么情，怎么还不到我，急死了，哎呀，二号，现在该你演出了，立正，上像小男子汉的样子，把小公主请下去，你自己上来，来过来吧。张子墨，这个调皮捣蛋的小家伙似乎从来没有忧虑的时候，快乐就是他的所有情绪，在舞台上丝毫不知紧张的他，用各种天真浪漫的发言逗乐了全场观众，还等什么，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可爱的壮壮吗？太厉害了，什么兵种啊，这是这个是打靶归来的那个打靶归来兵种，这个叫打靶归来兵种，叫打靶兵啊！既然已经自己都暴露目录，兵种又细分了。你怎么这么笑啊？既然穿了打靶归来兵种的衣服，我们就唱这首打靶归来，好不好？好。可以吗？可以。立正。去，还有节目没演完呢，还有一会儿还得在造型台让他能摆造型。这么放松啊，是我见过在舞台上最放松的孩子了。只有这一个啊，小鹿同志啊，其他的只有啊，你要好好的为祖国做贡献呀。啊，下一个没有造型了。下一个没有造，下一个是什么呀？要再唱首歌。第一个歌打靶归来唱的不错，第二歌还是军歌，嗯，不换衣服了，嗯，叫做一二三四歌，对不对？对，拿出男子汉的气魄来，来，立正，开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小火锅。我们小璐姐刚才最开始介绍说很博学呀、啊，嗯，就是你对食品、对水都特别有研究，你跟大家讲讲吧。啊，水，水从湖泊、河流、海洋上蒸发，形成云。形成云，然后呢？然后呢？云特别多，特别多，特别多，怎么着了？云，然后越往上升，空气就越冷，有些云凝结成小水滴，滴到地面上，有些滴到河流里，有些河流里的水库里面有净化水系统，净化水的系统第一个部分是混合石，混合石里有明矾，沾上灰尘和泥土，然后混合石啊，然后呢？然后把已经沾上了的废明矾沉到底下，然后呀，他们进入了第二个部分，是沙粒过滤池，由沙子和沙粒石过滤的组合，然后呀，
脏东西就会困在这个死胡同里，嗯，水就可以沿着沙砾石和沙子过去了。再去下一站，嗯，沙砾吃完了呢？沙砾吃完了是那个储水罐，在储水罐进入之前，嗯，他们先加入了牙膏里的氟化物，然后杀死病菌的氯气，然后进入输水管，造成是输水管道越往上上上上，然后经过水龙头管就到家了。大概讲的事儿就是水，自然界转一圈，又跑到了自来水处理厂，又到了你们家。看来到了家之后接出来烧开了，我喝下去到我身体里又怎么样了？嗯，小鹿姐姐，嗯，因为男的身体血管长，体越大，女孩的身体的血管比较短，血管就比较短。芝麻哥哥不知道吧？我今天最厉害的，他说的还特别语重心长。小鹿姐姐，我告诉你，对对对，你的血管比较短。怎么了？这什么？你看我的摄像机红了，你的摄像机红了。摄像机红了，说明他在切你，就说明他在拍你呢，觉得你演的特别好。嗯，告诉大家，说吧。快乐大巴是每天晚上9点播出，每星期五晚上，不是每天晚上，每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大家不要错过哦。特别好，嗯。我们整个这不是我们教的，这不是我们教的。整个这一段是一个意识流的感觉啊，后期导演剪辑起来会比较困难。谢谢张子墨。谢谢。撤。袁君如，天生一张甜美的笑脸，唱起歌来嗓门特别大，说起话来更是落落大方。她的笑声可真正称得上是银铃般的声音。这么可爱的小女孩，究竟为我们带来了怎样的表演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你好，君如。你好。你怎么那么好看呀？人家本来就长得好看。人家本来长就好看，人家最喜欢小公主，对不对？对。所以小公主都喜欢什么颜色呀？粉色。啊，都是粉色的。那你喜欢我今天这身粉的西服吗？喜欢。孩子真给面子。今天来到我们这儿给我们准备什么节目了呀？人家是有节目的，对不对？对。啊，什么节目？花四季。花四季。花四季是一首歌呢，还是个舞蹈呢？歌。给我们表演一下，可以吗？可以。那小姑娘和小伙子感觉确实不一样，来吧。长得好看，节目唱得也甜。下面呢要跟大家讲个这个故事，这故事呢跟大家说不是特别温柔美丽那种故事，还挺神奇的，跟他的形象配合起来比较怪，嗯，挺穿越的。要给大家说说八仙过海的事儿。八仙过海哪八个仙？你说说。雷洞宾、铁拐李、韩湘子、蓝采和、汉钟离、曹国舅和仙姑和张国老。那这几个人你都熟吗？他们是
他们是干嘛的呀？什么职业？他们是？他们手里每人一件法宝。法宝，法宝都是什么？李洞宾呢是长剑，嗯，还有呢？铁拐李是大葫芦或者是拐杖，对，铁拐李嘛有大葫芦拐杖，还有呢？张国老。张国老有一头纸驴，对，纸叠驴，嗯。他骑那个驴的时候怎么骑？倒着骑呗。他为什么要倒着骑呢？倒着骑比较方便呗。倒着骑方便，谁看路啊？驴看路呗。驴看路。咱们那个不研究这些大人研究的事了，嗯，什么八仙过海太复杂，唱小朋友的歌吧，啊，最后准备了一首叫《蜗牛黄鹂鸟》，这歌咱大家经常听，你要想把它唱好，唱得比别的小朋友好，要更努力、更认真才行，好吗？那叫表决器。表决器，这人都开始拿起笔，哦不对，表格器。表格器。表决器。行，然后呢？干嘛？然后写进大屏幕。不对，然后让大家三二一请选。让他们选几号？然后请大家三二一请选择，选择几号？你说三二一请选择。你想让大家选几号？想让大家选三号。三号是他。选他呀！亲爱的朋友们，分数已经出来了，终于你可以说你想说那句话了，嗯、快！请看大屏幕。暂时领先的是二号，获得67票，张子墨。下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二环节了，帮帮团要登场亮相了，快乐大巴，不怕大巴就怕。那一号选手石佳颖和他的帮帮团为我们带来的节目呢，叫做《妈妈的眼睛》。是一个班的吗 ？No， 不是。
那是闺蜜吗？是特别好的女朋友是吗？不是。不是，那什么关系？他帮我，我帮他。对。这叫帮帮团，我们就是帮帮团，没有别的关系。一号宝贝下去稍微休息一会儿，可以吗？谢谢。OK， 我们请上二号啊。二号小朋友呢，厉害了，和自己的家人要表演一个很神奇的节目。这节目的名字呀，还得读清楚了，叫小人舞。嗯。哎，那小人舞什么样？对，我们一起看看。来，二号家庭，来吧。你觉得你这节目怎么样？还好。你这小脚挺胖啊。手做小脚。到底是脚还是手？手，小手。那你拿大手脱下来，让我们看看是小脚怎么样？哎呀，我第一次来，两只脚还能互相脱袜子呢。后面的都出来吧。来啊，我们看一眼，看一眼。前面一个小人，后面三个大人。每个人的任务和分工不一样。嗯，介绍一下。每个人也都是。您是？我是孩子的妈妈。负责什么的？负责服务的。哦。那。我是孩子姥姥。您把手伸出来，我能认出来。那这边呢？这边是。我是壮壮的阿姨。壮壮的阿姨。对。这全家总动员配合着壮壮来表演了这个节目，才这样才叫壮壮呢，是吗？啊。壮壮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卡住了，出不来。壮壮，还剩一句话，你要跟我们观众或者跟谁再讲一句什么呀？我想对妈妈说，因为妈妈总是给我赠礼物，妈妈就是我的一个爱心，所有人都应该祝福我妈妈。哦。哦。哎呦。妈妈送我礼物，所以所有人都该祝福我妈妈。来做一下准备，我们掌声欢送第二组。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哎，马上我们要上场的第三组帮帮团。那么三号选手呢是袁君如，他和他的小伙伴们共同为我们带来《爸爸去哪儿》。哎，这歌挺好听的，来吧。发呀，白了头发，从前
下一片一拉。特别好啊，我是他的爸爸，上来就拉着就不放了，哎，宝贝儿，来，特别好，好幸福呀，小刘姐你慢慢主持吧，我和他们去玩了，嗯，来，哎，你们还不去呀、啊？对，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马上我们要进入今天最后一轮投票了，我们再次请出前两组帮帮，宝贝儿不能这么，前两组帮帮团。好了，我们又要进入投票的环节了，亲爱的朋友们，拿起手中表决器。这一环节哪个帮帮表现最好，就把您宝贵的一票投给他。现在分数已经统计出来了，我们先不公布，马上进入到下一环节，我们要骑牛抢玩具了，快来打吧，五八八八玩吧。要抢玩具了，欢迎六组骑士团，欢迎。欢迎你们，认识的骑士团，马上我们掌声请出杰飞，带出他给我们准备的礼物，欢迎杰飞。哇，好丰富的礼物，一百样礼物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你们把它拿回家。好了，现在已经认识了骑士团，而且看到了我们准备的许许多多的玩具，来，大屏幕号码动起来，停，150快乐大巴5115，新疆的朋友电话打过去。彩铃，喂，你好，你好，啊，你好，我们是中央电视台快乐大巴节目组。哎呀，是黄伟是吧？啊，对，你好，我是黄伟。你好，我是小鹿姐姐。哎，你好，您家的宝贝儿现在在旁边吗？谢谢您，您家宝贝儿在旁边吗？啊，在，你稍等一下啊。好嘞，谢谢您。丫丫说话。丫丫。丫丫你好，你好丫丫，丫丫我们对一下口号好吗？快乐大巴，五八八八，正确。那么从1到6之间选一个数字好吗？二。二号在哪？二号骑士团在哪里？快！有请二号骑士团。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岳思晨。岳思晨，好。那我们就在这儿，多坚持一会儿，好不好？我们都给二号加油，好不好？谢谢。加油，来。上牛，3、2、1，开始！拿上去啊，快跑！哇！拿走，喜欢哪个拿哪个。好，拿，漂亮。看来女孩子也喜欢这样的轨道车。火车轨道拼装玩具。哇，太喜欢这个了！坚持住啊！特别执着，就喜欢这个。好的。爸爸加油，1分钟了。遥控汽车，都像男孩子的玩具呀，好大的一个遥控车。再来，
洋洋，这个叔叔替你抢了好几件非常大的玩具，拿回去慢慢玩，好好开开心心的。同时呢，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快乐大巴写信，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你能来现场抢玩具，好吗？谢谢你，也谢谢替你抢玩具的这位叔叔和姐姐。洋洋，我们挂电话了，再见。再见。第一组已经抢完玩具了。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组骑士团会是几号？大屏幕滚动起来。停。156快乐大巴2031北京的朋友。接通一下他的电话。移动。哎，通了。哎，喂，你好，这里是快乐大巴，我是小鹿姐姐。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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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给我们来过信对吧？看你们的节目了，谢谢谢谢。啊，您家小朋友在吗？在，小朋友我让他接电话啊。好嘞，谢谢。张雨欣，黄伟，舒哥哥找你。黄伟，舒哥哥姐。黄伟叔叔好。你好，你好。你今年几岁？4岁。哦。和我们对一下口号好吗？快乐大巴，快乐大巴，五号大巴，漂亮，从1到6选一个数字。5号。欢迎你们，做好准备骑牛了吗？坚持多长时间？2分钟吧。2分钟，好，2分钟。一般上来都说这个时间特别长，最后咱们看结果。没问题，刚才那壮汉已经把牛给制服了。壮汉，他估计这牛现在里边内部结构已经坏了，对，晃不起来了。那就看您的了，好吗？来吧，上牛，做准备。3，准备好。2，1，开始。加油！快跑！加油！小张，小张，你还在电话机旁边吗？在。你好，你知道你得到许多玩具要谢谢谁吗？谢谢小朋友。谢谢小朋友。谢谢小朋友。还有。谢谢家长。哎，帮您谢谢家长。当然了，我们主要是要感谢呢，来握手。主要感谢2号的爸爸啊，然后感谢2号家庭的爸爸，你把牛骑懵了。2号家庭，对，刚才上来没有你，他绝骑不了这么长时间。上来就说了，明显速度比刚才的就跟以前都不一样啊。啊，行了，谢谢您，谢谢，谢谢。那我们挂线了，您就等着收到我们的玩具了，好吗？啊，好的，再见。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准备接通3通电话。停。湖南152快乐大巴5327，我们拨通这个电话。喂，你好。喂，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快乐大巴，欢迎您。我是小鹿姐姐。对。啊。我旁边是黄伟哥哥。你好。
哦，黄伟哥哥好。我们希望和您对一下我们的口号。快乐大巴。五八八八。那请从一到六里面选一个数字。一到六。您选几号？我选六。六号还没选过对吧？对。欢迎六号。还得确认一下，您是孩子的爸爸。爸爸。好。做一下准备，上牛。前方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三二一，开始。加油！宝宝快跑，拿玩具去。这么小的一个小宝宝。哎呀。好的。有点沉。加油！年龄确实稍小了一点啊。谢谢宝宝，再拿。喜欢什么？这哪个洞？加油！哇，有劲儿哎！来，快跑！还有呢？缓过来了，再来，坚持，七十秒，宝宝快，再来，加油，这位可爱的小朋友田宝，你听好了，我们给你准备了许许多多的玩具，而且呢，这些玩具男孩子应该也比较适合玩，好吗？大家静等我们的佳音，我们会把玩具寄去你家的。再见了，我们挂线了，拜拜。谢谢，也谢谢这位爸爸和我们的宝宝，谢谢您。那么，亲爱的朋友们，马上呢，我们就要帮助今天的三位主角实现梦想了。对，做一下准备，快乐大巴继续前进，快乐大巴，五爸爸，六爸。不得了了，我们要实现小朋友的梦想了啊！再重新温故一下，来，你的梦想是？我的梦想是要两套书，一套是我们学校老师要的《数学大战》，一套是《童话大王》。来，你的梦想是什么来着？我是要去香港迪士尼，因为爸爸妈妈工作没有时间陪我，所以我让爸爸妈妈放假一天陪我去，连小鹿姐姐和黄伟哥哥也去啊。哦，我们俩就不一定了，反正你爸妈陪你。梦想想跟爸爸妈妈去迪士尼。来，君如。君如。我的梦想就是找一个特别好的老师教我唱歌跳舞，因为爸爸妈妈特别忙，没空带我去拜师学艺。好。那么在此时，我们要公布一下今天第二轮的成绩了，看一下。哪一个小朋友的梦想将被实现？稍等，我们让二号爽一下，来，来二号，对，开始，请看大屏幕，好。第二轮投票结果，一号121票，二号125票，三号128票，所以今天梦想将被实现的是袁君如，祝贺你！来做一下准备，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马上要为三位可爱的小主角颁发我们快乐大巴的参演证书和获奖奖牌。有请袁飞。
可以说一声再见，我们下周晚上九点再见，见不见？